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你确定？五段骇人故事。Action！ 难题不一样，没能够不一样，怎么办？五种恐怖经历。我没忘了这个歌，天天就是我心里面的怎么讲，承受得了吗？鬼怪谷 ，Airtime 电台破胆献艺。LSI 电台周五怀旧电影院经典好戏邀您回味。嗨，亲爱的，我知道你在等我，你还是爱我的。笑如彩蝶飞飞飞。耶，那你嫁给他吗？又见春天。你这个美丽、恶毒、狠心的小骗子。我歌我泣。我像是在给一个新的生命接生一样，我才真是战战兢兢的。怀旧电影院每周五晚间，请锁定 LSI 电影台。